看看新闻网。上周呢，还没有抵达瑞士的爷爷们呢，在半路上就把刘烨给丢了。因为急着去换钱呢，刘烨是错过了这个换乘的火车，对不对？对，本以为嘛，他只要跟上火车下一班的话，这件事儿就了结了。对，但是没想到他又干什么了？对，因为语言不通，犯了一个更加夸张的错误，就是把目的地这个卢塞恩搞错成了洛桑。哇，所以直接方向就反了。对啊，那怎么不就越搞越远了吗？接下来的故事不知道会怎么发展。哇，看一下了。Madame, Lu Sang, 怎么拼？从头到尾把卢塞恩误认为是洛桑的刘烨，是搭着火车离爷爷们越来越远。We go to 洛桑。How many station? Next or next next?卢塞恩。列车员误打误撞发现刘烨真正的目的地，可好心人啊，你面对的可是扬文捉急的刘烨呀，基本上说啥还都是鸡同鸭讲。通过摄影师的一番解释，刘烨终于是后知后觉，这下可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呀。So we go to here or here?Loser。被一个地名折腾了老半天，刘烨终于是陷入了失常的状态。Monkey baby，我现在在一个人坐火车去不是洛桑，是Loser。我弄错了，Bisou。I have big trouble。换车，再换车，直到凌晨一点，饥寒交迫的刘烨才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卢塞恩。孙老师，我跟你讲，娱乐新天地，刘烨真的是蛮拼的。编辑报道。哇，这最后一个拥抱一定是充满了这个百感交集啊，什么滋味都有，对不对？经历了这么久才终于又遇见哈。哎，好吧，我们要接下去看节目，要看刘烨还能再犯什么样的比较低级的错误。对，就很期待会有更大的爆点出来。